惠灵时间小雏菊 Bachdeck 的 Marguerite， 他的创作者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卡耶伯特。前面两集我们专门介绍了卡耶伯特的另外两幅作品《刨地工人》和《欧洲大桥》，从那两幅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巨变当中的巴黎的城市生活。那这一组作品呢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自然的风貌。现在它被保存在吉维尼印象派博物馆里，现在是借由巴黎奥赛博物馆30周年特展的契机呢，他专门进了一趟巴黎。这个特展从16年底持续到17年初。那也借由这个机会，惠灵时间介绍了好几幅卡耶伯特的作品，因为他对于印象派和对于奥赛博物馆都有特殊贡献。他在世的时候呢，他有帮助同期的印象派画家收购他们的画，并为他们的画展慷慨解囊。在去世的时候呢，他也把他的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，从此印象派的画大量成为国家收藏。他当年的藏品至今仍是奥赛博物馆的瑰宝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